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十啊，老师讲六库，啊，六库什么？时间、精神、体力、能量，啊，岁月、亲情、记忆等，没有一样啊，六库时候可以再找回来原本风味啊，即使有也不会跟原来一样，这是真的。这个不一样，就是好像里面那岁月在老，就人在老，不懂得自己已经老，所以有的人讲说，哎呦，啊，老人好像是应该说。哎呦，一年体力不啊，不能抵过一年的体力。其实我现在发现那是附体，啊，像我们现在附体严重的，在相关大佛寺，啊，佛给里面啊给包住，你们还不晓得清醒啊，出去就完蛋了。像呢，在这里啊，好好的去拜佛，去念经，所以在学佛啊，修行就是改变自己啊，不要把时光给溜过。那就太可惜了，说世界都是假象，可是你们都醒不过来，啊，这个醒不过来，在你看你们来这么久了，都一年了，执着还很执着，哎呦喂哦，像这一年开悟很快的嘞，啊，就是执着把自己给卡死了，这不能不懂，说世间假象啊，啊，这个考。考着大家所能够看破放下，啊！假如你是聪明人，赶快放下，赶快轻松，不放下附体多。现在也不是这么简单了，啊！你有坚固执着，你就好像啊，这个给人家控制，什么都不能啊，坚固的执着，这身体都不能作用了，还在执着，哎呀，这很可怕的，啊！若是能才能可能通过考试，得到灵性提升及清凉自在。像给大众讲，灵性提升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灵性提升也给大众叫做灵敏觉知，啊，对自己啊，灵敏不老化。像现在人老不懂了，啊，这早一点佛下来懂了，谁要老？我没有人要老的嘞，问题都不懂，都是自私。啊，你越知识越知识就越老，所以许多时候同样啊，知性的考题啊重现出现啊，直到你通过为止。像我们现在都在考试的啊，你没有精进怎么去给你考，等你精进考啊才知道在像这条路好不好走。我们欠人家这么多怎么好走？你会发烧啊，你会生理啊会不舒服，脚不舒服，身上不舒服，以前我都有的嘞。而且你要了解，我好像几年了都不能躺平睡觉，我都要坐着睡。那个重灵很多的，你不记得我都抬很高，现在不用了，佛教拿掉了，啊，这几年才拿掉了，不然我不抬高不行。陈树清就最知道了，啊，都要抬高了，但不抬高没办法睡，啊，你要了解自己，这就是重灵啊。不是你们讲的修行有这么容易啊，对呀，一关一关的通过，到了这次啊来这里佛讲不用这东西拿掉，我才拿掉的嘞，啊，这才知道这都是已经夜宵了就不用，不然为什么它会晕眩，啊，你一躺下来再给你晕眩晕得很厉害，啊，现在都不会了，所以都要考试的，你家没有经过考试不能成就的。像你们都还没有考了，你们第一个是梦中考，假如你们梦中能考过，你们就可以坚信了。像我梦中考了几遍了，啊，最少三遍跑不掉，啊，真的梦中还要再考，啊，哎，但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嗜好，还有没有喜欢，啊，像有一次我，啊，走不出来，啊，你也记得我也叫你问过，啊，走不出来，结果我看到一个。皮肤透明了，就像观世音一样把我带出来，带出来以后，这个结果问婆婆说是他把我带出来，啊，我的迷魂阵啊，这要考试的啦，哪有那么简单不用考试，都要考的嘞，啊，像我在梦中考了最少有三次，啊，真的讲，你们都还没考试嘞。要坚信啊，要看你能坚信这考试考得过考不过啊。
啊，说得到灵性提升没有情，而且他还在考你的身体的进化度，啊，身体你到底是进化多少，啊，要考你是真正有没有反应，他都会进来考你，梦很清楚的啦，啊，这个会非常清楚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现在身体不能突破，啊，感冒了还是身体腰痛了、脚痛了、头痛。都要突破了，啊，越痛越要突破，啊，假如说越痛你就躺在床上，那你还修什么修？像我也跟你讲过，以前我在家发烧四十度，啊，这个他们我家他我们的老先生听了看一下，我说不用紧张，我说楼上开始擦地擦到楼下，流汗流流就好了。这都要考试的，很多要考试，他们紧张要死，我孩子也紧张要死。我说紧张死，我又不会死。像刚刚我也给众人讲，我说你们都要报仇报仇了，啊，看你报到什么时候，啊呢，你有本事啊，啊把我抓走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你给我痛是不对的嘞，啊也不过是假设，随便你，啊，我跟他讲得很不客气，都是你们是种地的种人，像你们呢很可怜，来到这里啊可以见性，没有一个想见性，啊。啊，没有讲见性，我一看原来都不是自己，所以就没有人想见性，这很可怜的嘞，啊，所以考试大家是我能够看不放下，弱势人呢、啊、才有可能啊通过考试，啊，得到灵性提升及清凉自在，若是不能，啊，则将再受同样的苦果，苦果就是你不烦掉，为什么人家叫你超度？啊，像啊我也，啊这个讲这个流血格式那个，哎，里面的奶奶，她有自己的钱叫她超度，你看她重点这么多，佛好像叫她超，啊，这个所以啊，这个孩子就不要听他是自己超，他欠人家少一点，现在又要去西方了，他走了马上欠西方的了，啊，我说有没有道理？西方不是你几百万几千万就能去，啊，很小的超个度啊，对自己帮助都很大。要鼓励啊，对自己，对这个阿嬷也很好，也不是说钱的问题，钱没用的了。像我今天也给你们讲，钱是要用到刀口了，啊，有钱有什么用？像现在很多男生很有钱，很富贵，一个女的跟一个人跑车了，有什么用？而且他不晓得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不是在做你啊，其实都在造业，很多不懂啊。像我们的情绪化，什么情绪化，都是男女关系来的。像这个，我在劝大家不要有男女关系，我是在救你们。啊，你假如说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苏子杰相关的，没事再讲这个啊，谁要听你最好不要听，哈哈，我也不要叫你听，哎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这要有福报才听得下去呀、啊。哎、啊，你假如找了女人，找了男人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地狱呀、啊。现在地狱都是男人、女人同住地狱跟铁砖地特别多。啊，去看，哎呦，啊，一望无际的。不能不懂啊！做老师不能再讲说，你不要看说听我讲经啊，要有福报才听得到，不是你三两下听得到。嘿，我是西方人呢，啊，你那么容易就听啊？像我们在这里给他吃给他住都听不进去的嘞，很多、哦、啊，他睡觉第一啦，他不会听经的啦，才知道他很可怜，给他赚钱要听。不晓得自己救自己啊，活在你面前也没用啊，若是不能将再受同样苦果，得到灵性提升的清凉自在啊，许多时候同样是啊知性的考题重复的出现啊，真的你通过为止，表示你已经认清世间假象，像本来就是假的，我们大家都把它当作真啊，来到这里啊一辈子还在想家，我看你很可怜的啦，不可能见性的啦，啊，说不要再迷惑颠倒。像我给大众讲，你们大家要听哦，老的年轻都要听，都是救你们自己，没救我。我是代替佛讲给你听的。像你们不改啊，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救你们不是救我，爱睡就睡啊。啊！你不听就不听啊，活在你面前都没用的。
很可惜啊，而且这如有谈话很快就过来，不能见性的啊，所以不要再迷惑颠倒啊，在这之前请先远离受苦啊，所受的啊本来不存在，因为有感才有受。像这身体是借用的，这身体啊也有时间性，像你们现在不修都一直在打，而且记忆也在退，反应耳朵也背了，眼睛也不行，那是不对的。来这里六根六处啊越来越灵敏，这不能不懂啊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啊，说所带来的往往是苦的结果，应该舍离啊，所修行日子切莫轻易流过啊，那轻易每天就这样过太可惜了，每天都要见性的。像我们自己啊不能克服我们自己的身体啊，你这人真的是啊没有用的。像我们身体啊在修行啊，他不要你拜，他不要你什么，你要听他的那你就输了，不能听他的，怎么样我都要去突破啊，怎么样我都要把它突破，那我告诉你对你带来是最大的帮助，所带来往往是苦果啊，结果应该舍离。像现在人到哪个不是苦果，再好的家庭家财万贯要走啊，啊只是棺木好一点啊，不像人家棺木随便一个棺木都是好几百万的，你看一件破衣服换了好几百万，那好几百万去救人多好，不懂啊，他们都不懂的，很可怜的。你要懂了才知道说我今天随便啊衣服破掉这样啊，能够帮助人的很重要的。像我想六十岁左右那时候给我女儿讲，哎，我一断气啊你就把我随便烧掉，我已经在西方了，买了最便宜的啊纸箱也可以，也不要去捡，我都给他讲，他就带了什么纸箱啊，这破衣服干嘛要买那么好，这要给大众讲要真的嘞，真的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在世很重要，好好的啊修行帮助自己，这个对自己帮助最大，所以修行日子切莫轻易流过啊，这个每分每秒都有新生的生命来到世界，还有色生老化病痛啊，啊这佛誓言已尽，坏满的生命，坏满一誓言已尽就是身体啦，像我们的身体五十兆细胞不止，我现在发现你看我已经请了这重重无尽，我讲超过一百兆都有，你不要笑哦，你更多、哦，很可怕的嘞。我是在度人，像自己啊，每个人要自己救自己啊，没有谁救你。假如不清醒，自己就被当掉了。像今天我也给一些女众讲，啊，都在我的后骨沟了，在我的腿部了，啊，我说你们要抱就去抱啊。有本事赶快去报，不晓得现在来到这里佛会救啊，一天到晚报了恨了爱了，不然就爱的要死，不然恨的要死，像你们爱女也是这样，爱的要死又恨的要死啊，那以前的人怎么这么多女人呢，我都想不通，什么这个不要把他遗弃啊，遗弃还怕他出现把他毁尸，哎呦听到这个才知道说啊，古时候人这心真的很浅啊，所以他才啊阴魂不散。现在我也给全世界人讲，那灵是不生不灭，对待人好一点啊，真的给人家好处，不然这灵一出来他会找你麻烦的嘞。现在我们在群众都看见了啊，说修行日子切莫轻易流过，每分每秒都在行生命中来到世界，也有色身老化病痛，这是附体啊，所以要了解我们现在色身不能老化啊，这个我是一直在走，我也不晓得我有没有老化，其实真的我身体都没有老化啊，
这个像人家老人啊，骨头不能摸，啊，一摸就脆掉了。听他讲是这样，在我的骨头，你敲再大都没问题。你看这个孩子的手，那个他有能量的，哦，的啪啪啪啪啪，里面都不用怕他在这轻重，里面呢也要问过佛，哪个地方能打，哪个地方不能打，啊，像以前被众生很多，他都不要打。啊，现在众生手可以打，学艺行房啊，学艺行，啊，佛很慈悲的啦，啊，对众生可以讲，每一个都第一，只有对我不第一啦，给我痛苦的要死，我真的讲真的，对每个人都第一耶，啊，我常常跟佛抬杠就在这里啊，啊，只是啊，这个修行日子切莫轻易溜过。啊，每分每秒都有新生生命来到世界，所以也有色身老化病痛，啊，或誓言已经坏满的身体，像呢来这里啊，身体很珍贵哦，啊，一定要践行。像阿明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用跪啊，你去拜佛，你能践行，啊，你看你拜了多少，可是你现在拜一拜又软下来，真奇怪啊。啊，没有办法凝固就对了，只要能够凝固了，对你的帮助很大。就像郭二家也是，也是个性害死，他要拜就拜，不拜他就蹲在那里，这是个性把他害死了。像拜佛是救自己，又不是救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拜佛是救自己，不是救别人的。好好的自己拜，能够救自己。啊，像。阿弥，你可以在这里拜啊，这里一条线在这里啊，啊，你拜了又可以看佛，啊，不然你坐就要睡觉，真的，现在，啊，那个韦陀菩萨，啊，的前人讲过，心观啊，众生就溜了，啊，心啊越坦越大，众生不会靠近你的，所以这个佛誓言已经坏满生命，这个生老病死有严重的。随时等待诸子修成啊成就，啊这个成就，其实讲真的，这个老师在讲说生老病死有严重这句话，好像他听不懂。像你们今天呢、啊，能占到你身体，你才老的啦。现在我们护体严重，不能不懂，不是来相关大佛师也不懂。啊，像你们呢，有病呢都要问过佛，佛会给你回答，知道？啊，像阿斌那里绝对没问题的，那个可能是在排毒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觉得你都很好啊，啊，看你的眼神呐、啊，你的五官来讲应该是没病，啊，不是人家的眼神一看人家有病，你没有，啊，像你现在气色比。我认识你更好，你以前嘴唇没有红的，啊，也是黑的，现在嘴唇红的来，而且气色也好。像我们这里啊是正法，啊，所讲的你家人吸收，气色都好。像阿宅就要气息嘛，尾巴对吧？靠然哦，都好了，啊，要真正的知足了。像今天呢，啊，这个长高法师在。讲的知足就很重要，人啊在这里要知足，啊，他不给你拜你偏拜，你才能突破啊，啊，他就是讲给我痛死，我都痛死痛死给他痛死，我无所谓的，要痛你就尽量去痛，你就有道理，啊，所以我也麻木了，所以也有色身老化病痛，或是言已经坏满生命。这生老病死有缘呐、啊，随时等待诸子修行成就。你都没出来，现在干当干当的。现在大家都起立要出来，拿我这里比宇宙更大，吓死人了。这么多东西、啊，而且我问他们几个佛，他们都在吸耶，他还有这么多，你就知道你们身上有多少。哇，这宇宙太可怕了。这个也要。给啊，出世面，我为什么叫他改？我这个啊，众生都要给改出来。
给大众讲一个附体有多少，给大众不是这么简单啊，大家最好不要乱想啊，你想的越多，想的越多附体就越多啊，而且你不要看人瘦还是人胖，胖的有胖的重症，瘦的有瘦什么，无形都很多啊，看了才知道重重无尽啊啊，所以这个佛是言已经快满生命，这些生老病死有严重啊，随之等待诸子修成而成，这是真的啊。像我们的啊，这个累劫世缘冤亲债主多的嘞，不能不懂，所以教育并帮助他们寻回自信。现在给他们，现在真的世界啊，救度要有他有福报才有办法啊，他福报他要改啊，虽然来这里人家不改，来这里也没用啊。啊，变成啊，是浪费时间。真的改啊，把自己救起来，这是对自己帮助很大。所以啊，解脱轮回之苦，教育并帮助他寻回自性。那我们现在相关大博士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在网站讲，我们完全是佛法的教育啊，我们不是迷信，而且要找回自己本人，主要是不病的，不老不死啊，你不要看我。我不生病的，我是带众生苦在皮肤外的，啊，这众生呢、啊，给大众讲，每个人都附体很多，啊，要附在我身体来讲，他们能听经，啊，能够防解，不听经不行的来，所以知道人道来讲啊，真正的要改救自己，像我们现在改了，就是把自己给救了，假如你不改，救不了自己，像你现在。要不要生老师不行的嘞，不能死啊，死了就完了，不能不懂啊，所以就等到孩子修成就，教育并帮助他寻回自信啊，像这个教育很重要的，人生是假的，是借你用的啊，但你不是为这个人生假身奋斗啊啊，赚了家财万贯一毛带不走，像我今天也给大众讲，有钱啊要用到道口，像人道也不行，人道可以开发啊，人道是科技的科技可以开发，而且人道你可以叫他不要死，他呢真的要求他是死不了，假如他很自私就会死，像人道自私也不懂啊，像自私的人呢不可能完整的，不能不懂嘛，像人救人一命很重要的嘞，家里面要了解人道，你看命很重要，可以啊开发。像那个冤魂人道，血徒哎，你踩死他都没罪的嘞。啊，那为什么造这么大业变成冤魂人道？造业太大，不懂啊。啊，所以不要自私啊，就是自己有，啊，这个不帮助人不好。很多人都不懂了，现在小孩都出问题了啊，能够办个学校教教人家开悟很重要的，每个小孩子啊都是科技的科技，不要污染电脑，不过呢，现在人都污染电脑太多，好像这是应该的，啊，资讯一早就有。像你看看，佛法这么好，啊，你跟空间讲话，啊，可以，刚刚那个什么那个彩虹啊，你没有给他写个牌位啊？他要写牌位，那个彩虹啊，取水啊。取水要下雨了，看见晚上可能会下雨，他是来帮忙，他还讲书要给他写个牌位，因为他插在那屋檐里面，他取水给他的，像以前我们的石碇啊，那个溪本来水很多，那个彩虹就塞在里面啊，都在吸水啊，是真的嘞，每次下雨都这样啊，给他访问一下，我讲的你可以问他，
像澳洲很少有彩虹，我们来才有的，因为它干旱没有彩虹的啦。现在你要看到这四百亩这块地是中国城的，是真正的中国阿弥陀地方的，在外面都不是，要很珍贵哦。像我们每天都有人开悟的，啊，说生老病死的有缘处，啊，随时等等诸子修成而成就，就好像我们身体，我们众生要度，啊，不度不行的嘞。所以教育并帮助他寻回自信，脱离轮回之苦。像我们现在就在教他，你可以找回自己的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解脱轮回之苦，啊，带着大家念佛，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我创造西在西方，啊，在这个香关大佛寺打开了，啊，完全我活了，阿弥陀都在救人，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在你来了，到西方极乐脱胎换骨。不要再轮回了，啊，轮回太苦了，不能不懂，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开始讲，凡俗啊，这个凡俗现在，啊，人道就是薄地凡夫，叫做俗了。你看人道没有人教，每个人古时候来讲，哪个不等死？每个人都是的嘞。所以凡俗啊，啊，要给大众讲，啊，有自己有情绪啊，有个性与诸多的自己感受，啊，真的很美的，像在澳洲的天空非常美，虽然黑是黑，很美，彩虹还在，他要写排位了，他给我讲，他又没给你讲华清莹，他要摆位。再给你写牌位了，他说很快哦，啊，他说一下就说走，有彩虹就会下雨，啊，所以凡俗啊，凡俗有自己，啊，有情绪，啊，个性有诸多自己感受，那现在给大众自己感受是这个假身呐、啊。不值得啦，我们这假身很麻烦的嘞，这不能不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现在这个情绪啦、个性诸多自己，但是人道不懂，像人道每个人都有，出事来谁教你啊？今天不是佛下来，我也不懂，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这五欲六尘的就有尘呐、啊，有妄，啊，有想有念有意，啊，现在时间多见此现象是真的，没路了，啊，都往这个发展，不晓得在学佛修行改自己，像我们在讲修行，很多人啊，觉得这修行很辛苦，啊，好像修行都非常辛苦。不叫修行是救你啊！180度的转变自己，改变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啊！人家修行是修自己要错误的境界啊，错误的啊这个行为，找回自己来，这不能不懂啊！那佛就给我们讲了。啊，有存有望有想有念，由于现实时间多见此现象，为何须了脱凡俗？啊，你要一有凡俗，你不能尽兴的啦。那个俗啊，烦恼多，身不能清凉的嘞，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所以因此凡俗更是轮回中自己。轮回的来，
像我们现在不想轮回，轮回不能做主啊！我给大众讲，要听我。你只要轮回啊，啊，你最后一念在那里，他既然给你吸走了，要七七四十九天。啊，死掉以后，七七四十九天还是有。到了七七四十九天了、啊，你的最后一念在哪一道，你就走了。他自然吸走的。我们都不能做主的嘞，啊，不能不懂，所以要是因此凡俗根是轮回之中自己，啊，非见自性，自性是能做主啊，啊，你假如说不是自性不能做主，说许多孩子不懂为何需见啊自性。如此而言，此成体是自己，无此成体是自性的所见。这句话大家好像听不懂啊！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为这身体啊，我告诉你不能见性。啊，只要你我抓得紧啊，你也不能见性。你为众把自己忘掉，无成体自性就能见。这不能不懂哦。像这五欲六尘来讲，啊，不要讲的整个地球了，所看的这个四百亩，你看从头无尽的众里，很可怕的嘞，不能不懂。所以大象之成体是自己。啊，若相可见性，相可以脱离相体，相啊回来原知转眼，给大众讲，像大象，福报都很大的，才能当大象。啊，大象都很有禅定的，你看它脚这么大，走路都有定力的。真的给大众讲。像我们现在人啊不能愚痴的，愚痴就是你福报再大啊，修了很大的福就大象挂璎珞。你看古时候啊，皇帝都做大象的嘞，啊，所以啊，如此说为何人生不行，因为业障，真的很难行。像这么好修行的，你们这么难修行是不对的。那为什么这么好修行，你们这么难修行？护体，护了不成人形，啊，自己都不能做主了。假如你今天不是护体，谁不想见性啊？这不能不懂哦。现在啊，这佛都打开了，人们都把这身体以为是自己，你身体是借用的啦，啊，你的灵才是自己，所以你今天身体不能灵敏觉知，你就输掉了，你为这假身付出的代价，变成老人啦。啊，六根都坏掉了，现在外面很多，你没看到啊？佛有讲过，六根一损一个，要表示你身体已经在走动，眼睛不能老化，耳朵不能背，嗅觉更重要。现在也没有人教我。整个都不是自己，太多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学佛不能不懂。好好的经营自己啊，把自己醒过来。啊，以为人体更是自己，不以为权，未见之前乃是身中之自性。
此起是轮回之身，回之真实，是真的。不要给他暴饮暴食了，暴饮暴食对他不好，适量，适可而止。很重要的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用这个题来修行，啊，可见性之言俱全，现在可见性哦，现在佛阿弥陀在这里哦，我佛南无阿弥陀，每个人都可以见性的哦，看你要不要认真净化自己啊，零污染。可以的，像你看看人道，你也探讨一下。从小到大，真的没学佛，真的是人很可悲的了，都在等死了。啊，不管你博士、硕士，还是你现在国家用你的大将，也在等死。不懂，不晓得我们的智慧啊，啊，科技的科技。真的是科技的科技 啊，所以啊，是福报应该可以有人想，可见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就好像你有积德啊，你法相都不一样。像人道看得出来的了，有修没修啊？你看看贫贱啊，啊比较吝啬，样子都不一样的。像我们会看人才知道，哎呦，赶快积德，啊，自己法相就赶快改，大福报的嘞。每个人身都可以改的，每个身体都可以的。假如说你看不过，啊，不晓得珍贵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在世间呢、啊，给大众讲，啊，我们学到大法，这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可以的。啊，所以可见性之言俱全，在相关大佛寺。啊，好好的净化跟佛对，很简单的，不是人家很困难。啊，可以实体修行解脱人生。像我们人生很短的啦，人也活不到一百，哪个活到一百？活到七八十，有的都不能吃的，都不能走路了，也不懂。像你学佛，一岁到一百岁都不老的嘞。啊，所以对自己帮助很大，所以当未行之时啊，依然不知之啊，见性重要，真的要见性，见性能做主啊。不能不懂。像我们来到这个相关大佛寺，智者当此之物，当实体会是真，莫以为真。假如说你把身体当作真，你这人输掉了。这身体要做事的，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非常重要。像我们啊，这个老啊，佛在讲，我有人生不行，因为业障。像我给他这种，不要太自私，一直想自己。最损失就是自己了，这不能不懂。像这个身体啊，也不能老，只能尽心，可以的。啊，所以我在讲，大家好好的听啊，这个防俗啊，有自己有情绪，
个性有其诸多肢体感受，这个是身体在用的。你看古时候人为什么要定啊？所以这个夏末时期大家都做禅宗的，都是治疗寒。像这个学净土，它叫动中禅，啊，一直做一直做，不要有念头，啊，看到什么就一清二楚，都能见性的。像人道来讲，有嗔有妄有想有念有意，啊，现实世俗多见实相，都污染了。不懂哦。啊，每个人都是醉生梦死，所以啊，为何须了凡啊，了脱凡俗？因此，凡俗更是轮回中之境。像我们不能轮回哦，轮回找不到的啦。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，只要你轮回，以后大家就不在一起了。啊，你想到海变海，想沙变沙，想什么变什么，所以这大地都不能想的嘞。像我给大众讲二六十中南无阿弥陀佛要抓紧，你们抓不住你们就输了。最紧急最紧急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很重要，我都给你们讲了啊。所以啊，许多孩子不懂为何需要见性啊，如此而言，此成体是自己无比啊，无比成体是自性所见啊。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不能找回自信，什么都骗的。这么好的身体 啊能够见性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每个人呢、啊、修行啊啊，可以恢复过去的庄严的。像佛也讲过，来到这里都是西方人，可以找回自己的啊。如果说我要人生不行，因为业障啊，以为人体更是自己，我以为这现在人到哪个不知道这身体是假的，没有人知道的了。现在听了这个经，要赶快给他出去啊。我们身体借用是一个啊，又破了就不要了。现在很多为了身体付出代价很多钱的嘞。像你看看，很多有财团的、啊、死掉了，啊，做了几百万、几千万的都在做这个啊超度，哪知道都在地狱受报。我签了好几个都是这样，才知道说。世界啊，只要一断气，什么都骗你啊。所以这个如此说，我要人生不行，行为业障啊。现在不来我们贵宝地不晓得，这个附体啊实在太可怕了啊，无孔不入啊，一个念头他就进来。这给大众只能念佛啊，念头越多附体就越多啊，不能不懂。所以以为啊，人体更是自己，所以物以为全，未见之前呢，乃是身中之自性啊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我们是要找回自性的啊。你假如不进化，不可能找回自性。像相关大佛是贵宝地，很珍贵哦。第二跟佛学啊，佛把你进去都可以的。像我们啊，加入弥陀救世团体，很重要的。说实体是轮回生，回之生死，啊，是以福报因缘可以有，啊，可以有人相，啊，这有人相就得，啊，相好。像我们在台湾，有气质的相，那是修来的嘞。过去生有修的嘞，啊，可见性之缘具足。可以实体修行，解脱人生。这个人体
珍贵壶就是讲这东西很珍贵的。啊，但未行事依然不知觉啊，见性重要。啊，说此当知我实体非是真，莫以为这是真的，像一件破衣服了。假如说你执着是当鬼了，啊，手是鬼，啊，你看看这个可以讲啊，人烧掉了，就是灵啊。大部分的徒众啊，都是手是鬼比较多，啊，徒众都慢慢看他腐烂。人很不值钱的嘞，啊，这不能不懂。好，我们来看老师在开始讲正向改变。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是叫做正向改变，每个人都要改，啊，每个人都要破自己的我执，啊，你我执不变了，不破，你不能见性，很重要哦。像这个执着是这假身在用，像现在很多啊，我执我见的知识分子一大堆，不晓得身体是借用的，才知道附体一大堆。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修行成功，第一个眼睛要开啊，眼睛开的好处，你能见性就快。哎呦，看了这么多才知道啊，我这个戒律就会守了、啊，一点一滴都不敢，一点偏。不能不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一定要听哦。啊，这个正向改变难的是是否能够遇到善导师、善知识，才能得到正面、正确、正向教导。现在我们相关大佛是真正的善导师，我佛的阿弥陀佛，老师像您居老居士。像我们相关大佛寺的作业不是自己做主的，要请教火南无阿弥陀佛的。不能不懂，像人大能不能做不行啊，人大都不能做主，你怎么能啊自己一下就这个给控制了，像你们啊一下子睡着都不能做主的。能做主，不睡就不睡，睡就睡，不是你坐着就睡着了，就进入空间的了。像我给他，没有人害你，你自己害自己。真的学我，能量非常重要的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才能得到正面、正确、正向教导。像刚刚加写所写出来那个病啊，我是这样去啊西藏去瞧，他都一直在出来。啊，所行所改，行于正道无偏。啊，那这个才能得到正面、正确、正向的教导。你骗了以后就输了，就好像你自己原谅自己错了不改不好，好像自己就不能见性。像我们呢、啊、给到的错就错，对就对，要面对。佛法讲真话给大众讲啊，真实来讲老实最好，没有秘密。那你要见性快不很快，假如自己还留一手，不可能见性的啦。那是谁害你自己害自己了、啊？啊，所以在所行所改啊，行于正道无偏，得到正向改变是最大利益。像这宇宙准则就是这样啊。啊，宇宙准则你一偏呢、啊？你心就变了，你就老了，附体就多了。
现在在香港大佛寺或在教我们要听，不要被附体，啊，把自私拿掉，不要一直想自己，附体就少。不然你看，附体像菜市场，很多的嘞，啊，说休息是一步一脚印，没有不劳而获。这不能不懂啊。啊，这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阿弥要看佛，你要再弯过来一点。对对对对，看佛很重要。像我在拜佛，看佛下来下来，再看佛上去，看佛下来下来，再看佛上去，我都是这样的，很重要。啊，所以所行所感。啊，这个啊，行于正道无偏，得到正向改变最大利益。啊，救自己。像我给大众，你们现在一点一滴都是救自己，没有救别人。啊，积功累德也救自己，什么都救自己，见性也救自己，像都是个体的。啊，所以修行是一步一脚印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。现在宇宙真理一定要抓准啊！假如宇宙真理你抓准，你绝对不会被附体。这不能不懂啊！所以要正向改变啊，修行修行一脚不一啊，没有不劳而获的啊。若遇善导师、善知识，自立自助啊，而后。活力加持相助，没有活力不行啊。像为什么叫你超度？你越超度，佛越靠近你，佛越能帮你。不要讲说，哎呦阿嬷，你现在呼吸这么多次超度来，你看，再解开了出来，本来我也不懂，原来我身体有这么多。佛都在轻重的啊，你没有取一社会归宿得不到的啦。所以自立自助，而后活力加持相助，有没有看到？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也给大众讲，修行要不要修假，要真心。啊，真心呢，什么都坦荡荡的。啊，可以啊，事半功倍，功成圆满。但要珍惜时机，是真的。你们都可以见性，现在比丘、比丘尼都一样。人道哦，给大众讲啊，没有像我们香港大佛寺福报这么大，跟佛在一起的。啊，好好的发挥啊，就把自己给救了，也五十章也救了，说正向改变带来许多好处，与香闻大佛寺众生改变，放下过往的冤仇，得受超度，往生西方重生。你看，在身体的众生都能救了，所以我也给啊众生讲，不要再抱怨啊这个啊怨恨的，那骗人的，那是个性来的啦。像你看现在我们有个性不改，所以粽子抓你不放，咬的不放，就是你个性啊不改，他看见的啊，只要不要被附体可以的。啊，所以众生改变，放下过往仇啊冤仇，得受超度啊，往生西方极乐重生机会啊，说四种改变与冤亲债主化解，化解累劫累世的冤仇都可以的。像我们这里要化解累世的冤仇很简单的，因为佛在
这里讲经说法，他听了经，他悟出了，他要给你化解的来。所以啊，第一个我们啊，人体要改，改很重要。现在真的佛一直在化解我们的累劫累世冤亲债主啊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。像你啊，现在看到人大不好玩了、啊。啊，你再富贵、再家财万贯都没用的嘞。你吃才多少？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这样化解累劫累世冤亲债主，就自己个性改，减少修行干扰及障碍。这干扰就是给你睡觉，给你吊局了。所以自己要去突破，给大众讲自己要突破，减少修行干扰与障碍，啊，得以啊身心清净，早日觉醒。像我们呢，见性是为了救度众生。假如今天我们见性呢，不能帮助众生，那跟薄地凡夫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也给大众，超度很重要。啊，人超度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如何改变？精进拜佛、念佛、诵经，日刻切实实行，就是早上一定要做到，就把一天啊完成了。啊，所以老师讲，莫得过且过，一日一日过。啊，当从中获得真实的利益，每一拜生而啊，每一拜生而心合一。佛佛佛，都在佛号里面。很重要啊，所以每一念清楚明白，无贪念加长。啊，诵经中得定，字字句句自然能够明其意，解其理。它自然开的啦，只要你净化，经典难不了你的嘞，很棒的嘞。啊，主要我们今天修行要改变冤亲债主，化解，化解的也是冤亲债主，很重要哦。你不能化解，那就太可惜了，生生世世跟着你。所以啊，改个性，认真听经闻法，啊，是理得名哦，知苦离苦。像我们这身体啊，布施掉，跟这身体啊，跟人家相处，尽量烂，谦虚烂。人家赢给他赢，我们往后退，主要在进行。像这人道来竞争斗争，把自己给害死不好。所以啊，事理得名啊，知苦离苦，愿求生息，而自见性，我众而得利，这是真的。就好像我见性呢，我把无始照带走。可以的嘞，不能不懂。所以我们呢，第一个要正向改变，是为见性生息必要过程。什么叫正向改变？啊，在这世间来讲，不竞争，不斗争，完全帮助人开悟。你帮人开悟，自己也开悟了。这不能不懂哦，啊！所以看这个障碍的障，阿弥陀在第三世讲，啊，
赞于心头啊老师我全真告诉实战为何来，我给大家都是为假生来。现在我跟你讲，你们身体是假的啊，把这个假身污染这么厉害，不懂啊。今天我们没学也不想了，生出来就污染，也不懂。像我讲的真好，悟悟就是阿弥陀佛，所见皆为清净庄严之身，是我们污染啊。像这个假身毛病很多的嘞，啊，要有个性，要有得失，啊，把我们给害死哦。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所以啊，阿弥陀讲，啊，悟所见为清净庄严之身，应该是零污染的，何来的这样子存在呀、啊？也不懂。现在学佛懂了，啊，人怎么想跟人家想，人怎么斗争跟人家斗争，啊，人怕输给人的吃亏，都是外面学来的，啊，有的自私自己想，啊，有的是跟人家学来的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赞啊是心想，以及啊念之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啊，啊，当将自己松解，啊，无有个性的、啊，无有主观，无有自心，无有恋意，此界之外。无有善，这是真的。现在我们人大很麻烦啊，人大我知道啊，还有个性的。现在小孩子个性很大的嘞，不能不懂啊。假如你跟着佛学啊，啊，不要有主观，不要有自心，不要有恋意。世界之外无有障，这是真的。那佛就讲你是清净圆明体，庄严相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人到了莲相，一个一个的变，都是个性的。现在看孩子的个性，看脸就知道了，没有人懂。所以以此世间当清楚。啊，为自己有障，现在讲没有自己，很多人做不到的。啊，没有自己发挥最大的，所以为自己有障，我无为自己之事，一切可以自在。像我给大众这生死来服务大众的。不能不懂，所以每个当下啊，老实讲，当下可以是一瞬间、一念头、一刹那、一弹指、一分一秒。这个当下很重要，就像我们中空生死系列。啊，当下的嘞，毅力啊去做啊，找个人生不死不灭的，老实做到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为众的能够解套，啊，给人家了生死书的要去做。像啊，我也给大众讲。像我们现在在这人道来讲，
存好心做好事情要去做啊，我们记者主要在改变的不护体啊，你越不护体啊，头脑就越迷，越能找自己，这不能不懂的啊。所以当下想好说好做好，知之作序啊，都不要去想了。像给大众讲，积功累德非常重要哦。啊，现在银河系啊，跟宇宙菩萨在闹佛，包括祖师大人，积功累德很重要。像他们已经在西方了，啊，下来就要有因缘。现在空间打开啊，啊，只要有人都可以打开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，说见性于自然中，啊，自然中啊，积功累德哦，知之作序，啊，当下想恶行，啊，当下想恶行，造下地之苦，这个人道不懂的，像现在孩子哪个不造业？啊，很自私，一直想自己，而且伤害人家很多的，人不懂的。像给大众讲，不能造第一次罪恶。像你看到房屋六十位一组来讲，到了阎王殿，人家打开一清二楚的嘞。像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不来修行不懂，修行才知道，我们一饮一啄都是人天眼目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当下想恶行恶，造下地狱之苦。每个当下都是空间打开，众生得救，得受超度机会。像现在整个大地、整个天际啊，重重无尽的，都是重点。假如你眼睛看得见，才知道因不要去找。造了因就得果，对自己啊损失都非常大啊，所以每个当下都有空间打开，众生得救得受超度机会，每个当下都是念佛，所以弥陀啊皆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给人家的当下，所以这六字洪名啊，给大家一定要抓紧。所以每个当下都开悟见性，啊，自信做主。像这个自信，很多人不懂，叫明心见性啊。啊，每个众生啊，看得你都很清楚。就像那个异族啊，他是，啊聋，那个听不见。啊，他都知道人家心性是什么，那是灵敏的。啊，所以每个当下都开悟见性，自信做主，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像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现在不是像人的助念呐、啊，啊，这助念呢、啊，对自己伤，啊，给大众讲要去西方，他不做也没办法。所以自己去往生最重要。好，我们翻开在这个2021年2月7日，2021年2月7日，啊，这个阿弥陀在啊，第一时这个开始叫做流，
何处有灵，有灵何处留，留下华音净灵时啊，若能闻得弥陀佛称名，即可得佛救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，像现在看了这么多众灵大帝啊，都进入空间，啊，怎么进空间？喜好、喜欢，就好像啊，留恋。那佛在讲何处有灵何处留，你看看留下华音净灵心，所以南无阿弥陀可以打开空间的来啊。若能啊闻得弥陀佛称名，即可得佛救，打开空间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啊，有救啊，要看你要不要救自己。念佛真的可以打开空间的来，像这个可以讲万物来讲，进了空间出不来的。我佛慈悲啊，修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可以把空间整个打开。可是要人道才有办法啊，人道没有法身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人家要不要修法身要我。啊，怎么样修法身？不是学佛吗？用真理超度啊！你能超度越多，超度越多啊！啊，能找回自己。像我们在超度啊，啊，六字红名。自心肯见生生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看，把空间重重无尽的打开。像相关大佛是在这宇宙之间呐、啊，地球之间一片光明的来。下一个礼拜三次的超度，说尽在此时相关地，啊，待接众人入西方。像现在来讲啊，我们以前认识西方好像东边一个晚上，西边一个晚上，很稀少啊。现在相关大佛在超度不得了啊，像蜂窝一样的重重无尽的来超度西方的来啊，说近在此时相关地啊，皆在众女度西方。通通无尽的啊，所以这个速入秽土入净土，所以我也给你们五十兆细胞讲，能够啊六字后面把你的细胞啊哇都渡往西方了 啊所以我也给大家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啦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。速离秽土入净土啊，正是当下可得行。所以给幽灵讲啊，还是附体的众灵讲，都可以出来的嘞。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像我们现在超度万年，呜、哦，重重无尽的。啊，我们在无光啊，看这个。我活开始内心的自己啊，在阿弥陀开始啊，找寻生命，最终自己会知道我要轮回，我要改变，这是重要。现在我们学佛，我们不要轮回。哎呦，我看到轮回吓死人了，每个都在空间，没有人打开的。现在佛住是在这里啊，空间慢慢一直打开。几万年、几十万年、几千年都打开的嘞。你看人道来讲，一死掉就进入空间很多，尤其啊，我看到很多虫啊，像我在超度，啊，都这么大，
都是以前的老爷啊，三十七妾娶呀、啊，都当从去的。像从烈啊，李清祖就给他探讨，因义来的，没有人懂。啊，像你们现在空间打开，都可以访问的嘞。那你说现在人道怎么知道？又是外国人，哎呦，才离谱嘞！所以你看现在从烈这么多，密密麻麻。不能不懂哦，啊，人生很难得，佛法很难闻，闻到大法啦，你再不敢也把自己给毒死了，啊，所以啊，啊，这个寻找生命最终，啊，最初的，啊，自己会知道我要轮回，啊，我要改变，啊，说自信应该成长。啊，要自己突破了啊！升级突怎么突破？超度。现在只有超度才能过关呢、啊，你不超度过不了关。不管你超一个两个，你就升级啦。啊，你跟佛陀很相近，因为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变化皆虚空界都在超度的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啊，提升与突破，改变自己内在不同的表现。啊，最重要是要能实习啊内在教育，导正，不偏颇。救谁？救你这个身体，你身体被救了。很多人不懂。像我们现在啊，有没有吃亏？绝对没吃亏，救人就救自己。不然现在富贵从哪边来？过去修的。啊，修条内心，修行更是内外在并行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啊，修行内心，修行更是内，就是。做到改变，要行给大众看，做出来。像我们那心结行不做出来，那不是佛法，那个叫做纸上谈兵的。真的做到啊，身体力行啊，那是真的做到。很重要的嘞，人啊要能够实行内在教育。啊，这内在很重要。从啊调内心修行，更是内在在并行。里面改了，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孩子啊，改变重要哦，突破需要有决意大力，能见性的嘞，不然不懂啊。像我们今天不见性，那就白学佛啦。来到这里不能老，有自己啊就容易老，把自己忘掉不容易老。每天见性，啊，说出不需要学以大力，要知道千万有力量。这个好像大家也听不懂，啊，突破，啊，一定要去落实，啊，你落实以后，你能量就够了，啊，就知道再往啊前行，力量就大了。像我们也是啊，一分一啊一毫的啊这个积功累德，修行是这样子的，而且细胞停止不老。细胞老了就不值钱了。像吴家靖，我们认识也一年多有了，
你看你一年多了，看阿嬷现在也不一样哦，都在改进，一定要超度啊，不能给他老化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假如说我们那一天一天的老化是没有改进的，能做赶快做，转变呢更是成就的必要啊！这个给大众讲很重要。南无阿弥陀佛啊！好，我们来看千里迢迢求超度啊！真的，你看现在很多人，我去打开空间，他们来求超度了啊，已经有人体了。现在人呢都恐慌，看官就装了。那现在啊，这个法净土就跟我后面走，我在超度进去就法净土，法净土一片光明的来。像我们都要替众生想，啊，众生喜欢光啊。像佛可以讲啊，啊，这个能量大。光芒四射的，像那个星球都要求啊，这个能量也要找这南无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啊，老师下面去啊，这个老师开始讲，每次香闻大佛十三世系列法会啊，与阿弥陀诸法殊王领导下，得见技术之法界中，像我告诉你，从这个。啊，澎湖开天呐、啊！我们的历史五千年来讲，现在相关大佛寺是啊，五千年啊，这个不要讲到一万年了啊，可以讲真的超度最多到西方了、啊。不然你啊，现在也有记忆吧，边也有感觉，哎，人死就一个，啊，签的就是西方一个。不想这大批大批的，整批的嘞。啊，怎么大批？三个大地超度就大批了。很多人啊不懂，三个大地都是重点的。啊，这个重点你看看都在空间里啊，这六字后面就打开了。所以得见难以计数之法界众灵，啊，前来佛寺，这个恳求超度生息的身况，所以便知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殊胜，很殊胜的嘞。你看现在可以讲重重无尽，我给大众讲，你们天天不要害怕，啊，这个几兆的星球啊，几兆这个地球来讲。这么多的啊，超度到西方的来，啊，更知道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之殊胜，前来佛寺恳求超度生息的身法。现在人家讲到鬼都怕死，我都在超度鬼，像你们现在报仇的人，每个都是鬼，人家要渡你啊，还咬着不放，啊。把我脚咬得不放啊，你们损失可大了。所以深吸之言呢，还会与会众里说啊，所受祈福，像六十位一族，哦，每个礼拜天啊，很殊胜的嘞。所以外星球以能量维持星球。及星球上终身生存啊，如今已知啊，远至银河系外星球及星球上众灵，为求能量及生存，千里迢迢前来佛寺，恳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。真的，你看这个西方极乐能量不得了啊！像那星球这么多啊，为什么他们？能量会啊耗损，思维也是思维来的。像我们现在讲经也给大家八卦星球来讲，啊，像那个3000万人存好心宇宙真理的来，
都要考试的嘞，能考得过啊，来给他中奖就赚到了。啊，所以恳求千里迢迢来佛寺，啊，恳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来佛寺参与盛会及求超度者，不止心求啊众女，啊，现有不同空间华严深众啦、四圣法界天人，以及灵性世界的诸众，许多未曾听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，未知佛号及西方极乐世界殊胜。啊，以数万法身超度后换得字不同，他家不念佛也上不了我的莲花的嘞。所以一次一次去超度，啊，超度以后他知道好，他念的佛才上莲花的。啊，所以有的即便啊知之亦不知苦，啊，以数万法身超度后换得是，然以一心念佛得往生。二十万为目前地球宇宙唯一能够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就是人道啦。像我们现在澳洲的比丘、比丘尼都要走这条路的，沉船的。所以自在来回西方，啊，便知说即佛事之稀有可贵，所以大家要珍惜哟。想要往生呢，很简单的嘞。像我们能够帮助人家往生，啊，你自己就解脱了。所以在相关大佛寺好好的经营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所以相关大佛寺住持在此地精进修行，以见性就是度众为己任，所以拜佛很重要。很重要啊，又有诸佛世界生死自在，自在来回西方。很重要的嘞。每个人都可以啊，视环境，当要有本事，都可以学的。啊，将自己生死大事先准备好，啊，把自信找到，可以自在往生的。像来在这里学东西非常快的来，啊，但悲悯众苦。有舍我其谁是心，这很重要。说当悲悯众苦，有舍我其谁是心。啊，人都要将心比心的啦，每个人都是自己。而且要积极要奋发精进，像这拜佛很重要的。啊，越拜越拜，对自己身体啊。这个可以讲的越有智慧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而积极的风花早日开悟见佛，啊，见性。以弥陀诸佛行救世，啊，度众生死世界，啊，沉船缓慢。像我们相关大佛是在沉船缓慢的了。像人家讲啊，佛前佛后八浪之一啊。现在佛就在相关大佛寺，大福报要珍惜哟。啊，把净土啊，弥陀净土啊，广弘于世啊。这个不护此生见到我佛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不能不懂哦，很珍贵的嘞。所以这个转性啊，啊，个性呢、啊，像我们要学佛来讲，要转慈悲的，而且要有心量的、啊。
只要我们个性还跟以前呢、啊、父母生啊是那个样子啊，个性不改，不能见性的，而且你会有业障。像我们现在附体这么多，啊，有吓死人哦。像啊，这个今天呢、啊、也给大众讲啊，佛法啊，它是在救你的命的。假如佛法你能够依教奉行，第一个你就止住不会老。现在我们都是很自私，也不懂，所以现在人道来讲啊，生老病是很平常的嘞，不懂。像我们呢常随自己个性好不好，不好啊，常随自己习气好不好，不好，或与自己情绪想法主观，你不能融入，你不能啊，不能学佛的嘞。只要你有主观，你也得不到啊佛的所讲的开示。你听不进去啊，你不能见性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修行，就是把自己错误见解、所有行为改，不能改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你就白来相关的佛事了。像现在外面啊乱糟糟的嘞，就是没学佛，有些佛都平了，没人懂。像这个情绪看法主观都是自己搞的啦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人就是要慈悲啦，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要找回来，当知自己如此之多本性时，何时修行根性之初？不可能修行的，也不可能见性。像这个佛来讲这么好的开示，老师讲这个开示，没有人醒来，才知道自己业有多重。啊，只要你醒来，你就见性了。很好坚信的，卡住了。像我这个身体不值钱了，所以何时修行根性处，是我当听入一些道理啊，或转变一道理啊，使自己不跟随自己本性教化之心，调整之改变。像现在我们呢、啊、也不能住手，听佛话最好，或者开始我们照做啊，一脚步一印啊，把自己找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佛讲孩子啊，啊，去依循自己是自己本性，要从此啊，从于此能除自己，将本性转为修行心态。像我们人道都很自私，不懂的啊，自私啊，啊不是真理。你有自私是魔戒，你不要看魔戒，魔戒不是人家讲这么困难的。是知识来的，个性拔来的啊，个性拔，不懂。啊，说啊，蓄意寻自己是自己本性，要从此啊能够处自己。像学佛把自己忘掉，见性很快的。你啊拉了自己拉得很紧，不可能见性的啦。所以啊，将本性转化为修行心态。啊，自修行根性学习，努力改变自己。
这件事很重要的。啊，像佛在讲，自行更新，学习努力改变自己，逐一跟随真理，很重要。你要违背真理，那就破了，不能坚信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超度超度，把自心呢、啊、调转上升啊，向善啊，整变为修行真行，我修行，改变自己，真正的大慈悲大心量。啊，你没有大慈悲大心量，不能尽兴的啦。就调整自力，能接具有。自己当警觉，看自己要不要开化了。像啊，我们要跟佛学法身超度，啊，真的啊，真啊调整自己能够转变。啊，像我也教了大家都看好，没有自己主观，有自己主观不能坚信的啦。啊，说自己应该警觉，要知道改，要知道行。啊，说自维系根本处清净，啊，像清净啊很重要。我常常讲，夹着拜佛的，随时拜佛都能见性的。我也给大众讲，拜佛很重要哦。啊，所以自维系根本处精进，转性，虚啊，身是虚心。你不转的话，你就身体附体多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现在一定要赶快学佛。啊，佛法是教育哦。啊，第一个他给你细胞不老。而且无量智慧，像我也给中年人讲，不要筹备说，哎呀，我老了去养老院，那我搞你损失可大。啊，在四五十岁，啊，这个最重要时刻要赶快修复，把这四五十岁把它停止了，啊，这个五六十岁就不老了。细胞不老的嘞，给大众讲又听我，啊，所以调整自己能学具有，啊，自己应该警觉救自己，啊，要知道改，要知道行，都这个改以后做给大众看，啊，所以自维系根本处精进，所以、啊。转性甚至虚性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个性要改哦。像我们今天个性不改，你想要见性就非常难。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进入空间了，那进入空间，大部分我给大众都是没有改个性的啦。像你看，众人茫茫的，无孔不入的，你不要看。这空间都是重点的，不能不懂。所以啊，进步空间啊，老师开始讲，进步啊，人人愿之，喜之，若欲成真，必须要步步踏实，方能有进步之时。像我们学佛来讲，哦，踏实很重要哦。就要像我们现在义工来讲，其实义工修行啊，啊，不会输出家人的。像以前我也是义工的，我的拜佛还比出家人多嘞。像我对拜佛很重要的，走到哪里拜到哪里。真的。啊，走到哪里听经，听到哪里，
拜佛拜到哪里？你说你不会清净，绝对尽心的嘞。像人道要不要懈怠？懈怠就输了，睡觉是大败笔，都不能做主，不能不懂。所以进步人人愿之喜之，啊，若欲成真，必须要步步踏实，方能有进步之势。啊，每天呢，这个早课一定要做好。对自己帮助很大，许多修行人虽然行，但是我可静，像在山区，就好像你们在修行，有没有进步啊？啊，那个进步啊，就是把自己的能量提升了，哎，智慧也打开了。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说，许多修行虽然有行，但是可我静。向待三缺，原因是是否遇到三导师、三指示教导。现在很多外面很多修行呢，表面的啦，还是生老病死。那现在我们这修行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像我们今天老师讲，你是不是真心在修行？啊，真心在学习。像我们是薄地凡夫啊，真正的跟佛修行，给他的啊依教奉行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践行啊。假如你不能依教奉行，我告诉你，践行距离很远。像学净土，很容易进行的，你们搞的都不能进行，很可惜的。所以啊，是我专心学习，是我专知道轮回众生及自身之苦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像现在啊，我们的家境眷子死的都不晓得去哪里，那不是学佛。啊，真正的学佛啊，这个专知道轮回众生及自身之苦，是我正愿真修，真的改个性帮助。这是慈悲，养慈悲的来。给大众讲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是我正法熏修下，行于真理正道，这很重要。像这个真理，给大众讲，没有自己是真理，这里自己站出来不是真理。啊，给大众讲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相问诸子以践行为目标，所以每一位都非常大的进步空间。要看自己的，你越慈悲越慈悲，哦，那不得了，空间大了。啊，什么样的表法都可以，就是度众。啊，度众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。像我们度众，度一个算一个，自己把自己给提升，可以的。啊，所以每一位都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。啊，要将成熟个性给放下，莫再执意而行。像这个执意而行，执着啦。啊，像现在你来贵宝殿的人都不能做主啊！啊，你要坐下会觉、会睡觉的人都不能做主的啦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耶。啊，说莫再执意而行哦，免得缩减啊进步空间，啊，难以前进。切记。佛来家是以自立中，所以自己要自立，要整修。
像修行第一个要真正改个性，你个性不改不可能见性的啦。这个问题我要给大家回答，为什么自性不改啊不可能见？你众生太多了啊，你个性不改，常常你这种跟你啊很像的都会进你身体的。你看我超度都进我身体，谁都有，现在是东西每个都有。你看这空间有多大，不晓得空间很大的嘞。啊，说是我正法行修者，行于真理正道，所以如此皆是方有见性机会。啊，现在我们没有不能见性，那就太可惜，也可以的。啊，所以佛讲相问诸子啊，以见性啊为目标。老师讲，每一位都可以非常大的进步空间，真的。啊，要将啊成熟的个性啊这个习气放下，这个五欲六尘。啊，现在我们学佛了，啊，万物都看得见了，都是假的，可是每个都有一个灵，拿了一粒沙它还是灵，啊，才知道我们人道要很珍贵哦，真的不好的修行啊，身体就被借用了。啊，说莫再执意而行，啊，免得缩减进步空间，难以前进。这不能不懂，所以啊，切记哦，啊，佛力加持于自力中，没有佛加持，我们不能见性的啦。其实佛的话，你听得进去，很快你也开悟。啊，所以佛在说，你真的愿意真修吗？啊，那你就要真改个性，改习气呀、啊！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你要听哦。说这个啊，相关诸啊，相关诸以践行为目标，每一个都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。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要将成熟个性习气放下，莫再执意而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免得啊，缩减进步空间，难以前进。所以这个切记，佛法的加持也在自力之中。像佛法是用真理在走。像阿弥陀佛也创造极乐世界也是真理做的，他是法界众生啊，很殊胜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好，我们相关大菩萨啊，跟着佛啊，就是救世团体，这资料。要公布于世啊，给大家要珍惜哦。